不要再来妨碍我们了。胡小肉，十五，战况如何？已经和萨普特击杀两人，对方步兵不多，能够挡住。我们把主力困在了下层，终于有四个人逃上去了。四个人吗？收到。还有多远？丹德莱，还有两个拐口，我通过监视器看到前面两个人绕到你的侧面了。别让你前面的士兵进入到控制室。我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要抢先一步抵达即可。一个新人的确很强悍，但是人类不会输给人族。真是时运，胡家大地，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耶格上尉，请立即告知，发射主源。封威之后就拜托你了。糟糕，指挥官！